我这个歌的投屏我投上去，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同学们的这个已经就这个歌啊，欢迎紫茉莉，后面的女生好像有和声，对，她好像只有一个音好像有一点和声，其他的好像是在后期的时候可能给她做了一点处理，我感觉。好的，欢迎啊，欢迎君君，晚上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歌谱，我们已经转发到各个班级里边了哈。紫茉莉晚上好，大家应该手里都有这个歌。现在咱们来说这下这个歌，这个歌是5月24号才正式发行的，5月24号
所以说是新鲜出炉。今天才7月15号，还不到2个月，还不到2个月。所以说咱们交上这首歌，我觉得，他这个歌艺比较新。欢迎果，谢谢果果的9999，很多人还不会唱，很多人还不会唱。现在，我觉得全民可能唱这歌的人少，显示才有几万人啊，6、7万吧。我唱的时候才能2万人，感觉正在火热。是的，是的，这是个歌，是新鲜出炉的。它从发行5月24号才发行，到现在还不到2个月。所以说，咱们同学来唱这首歌，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就，别人不会唱的歌，或者是比较新的歌、比较流行的歌，咱们先行一步哈，先行一步。已经班级有同学已经开始在交作业了，就是听到我唱以后，大家觉得很好听。果果晚上好，被我们音乐班唱火了啊！是，我也觉得，哈哈，是被我们音乐班唱火了。全民还其他班级、其他的这种团队或者是人，好像没人唱。我到目前为止，我就听见我在唱，然后我们班里同学在唱，咱们就就是赶了一个新潮。这首歌是大家刚才听到这个声音了，它是陈坤和周迅两个共同演绎的这首歌，因为他俩是电影人，我觉得而且这个声音啊就特别有特点，其实他是这个著名音乐人王久平和常石磊，王久平作词，常石磊作曲的，为他们俩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因为周迅和陈坤他们不是歌手，所以说相比较歌手来说，亲亲晚上好，他们的这个音域就比较窄，所以这首歌对他们量身定做的，他就音域的跨度不大，就比较低沉，音都比较低，唱起来还是有难度的啊。老师教过的歌基本都会，是，它是有难度的这首歌，难在哪里？难得太低了 啊！高音说我也唱了，正准备让老师听。行，我们大家晚，今天晚上咱们教唱完以后，大家可以就唱起来，可能就更顺手啊，顺口。你唱《欢迎紫气东来》，你唱起来就觉得哪里有哪里，那应该怎么唱，就心里更有数了啊。对，《紫气东来》，欢迎紫气东来。天使说老师新潮，我们也新潮。对，咱们赶了一个早集啊，因为它才5月份才正式发行，现在才刚到7月份，所以咱们就赶个早集。谢谢冬去春来，谢谢紫气东来的啤酒。我不知道大家在那个这个电脑上看过这个歌的 MV 没有？这个歌是央视电影频道推出的啊。我在电脑上，因为听这个歌，我专门到这个电脑上听的时候，这个电脑上有这个网上没有它这个 MV。这个他的这个 MV 是青年舞蹈家唐诗逸和张傲雪，他们俩这个已经是中国舞啊，他们是跳的这个中国舞演绎的这首歌的 MV，所以这首歌很唯美啊。谢谢，谢谢眼睛的爱你久久，欢迎眼睛。一个是陈坤和周迅来演唱，因为他们俩是很有名一线明星哈。然后王久平和常石磊也是很著名的音乐人，然后唐诗逸和张傲月都是在中国也是数一数二的青年舞蹈家，所以这首歌不仅是这几位艺术工作者在他们在音乐上的合作，它更是承载了非常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情感意蕴。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的发布，它也引起了这个社会的广泛的关注，你看央视都在宣传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它的原因是这首歌它传递的一种特别的情感和讯息，什么意思呢？当归大家都知道是一味中药啊，当归大家都知道是一味中药。当归除了它是一味中药外，它还是也有那种回归的意味，对吧？有那个应当回归的意味。所以这个歌曲《归》，它通过周迅和陈坤深情的演唱，他表达的是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这种骨肉亲情，以及两岸人民对于这个我们和平统一的深切渴望和亲人团聚的一种期盼，所以这个特别有正能量，而且我觉得也适合现在目前的这个大环境的这个需要。这首歌它的旋律很优美，而且歌词充满了意境，演唱的时候。演唱的时候可以触动人心，这个你看人家我
这个我专门看了央视的这个电影频道，就是评价说是"浮云应知游子意，明月遥寄故乡情"。他对这个歌的定义啊，"浮云应知游子意，明月遥寄故乡情"。优娜你好，晚上好。然后咱们再看歌词啊，"翻过千年山海等我，明月知我害怕漂泊"。他道出了游子当归、山海可平的一个心声。其实这个归也是我们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哈、啊，台湾当归也必然回归，是说的这个意思。所以，咱们唱这个歌的时候，千万不要那种很慷慨激昂，不是，他我觉得是那种深情款款的。因为这首歌它的音都比较低，不管男生女生，你去听它那个音就比较低，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大的音量啊，就跟我们平时唱的别的歌不一样，用我的声音要放出去，不是的，它比较低沉。啊，我们不需要太大的音量，在那种浅吟低唱的诉说，有那种浅吟低啊，欢迎文乐大师姐，在浅吟低唱的诉说中，在浅吟低唱啊，在浅吟低唱诉说着百转千回的柔情，就像在讲故事，讲一个故事，那种娓娓道来，对吧？咱们讲故事都是我以前说过，从前啊，有一片海，在海里住着。海的女儿都会这样，一定不会。从前啊，有一片海，没人这么讲故事，对吧？谢谢果果的爱你久久。所以讲故事的时候，你这个调，这个调得沉下来，不能端着端着，是吧？梅姨，你还笑，是不是？没人这么讲故事吧？这么讲故事给人感觉是在演戏，对吧？演戏有点作。你这么讲，你要是那个娓娓道来，轻轻的。这种讲就把孩子哄睡着了。如果你从前啊，你这么一讲，孩子都睡不着啊，就是像讲故事一般。就是这个歌，我说要注意的啊。首先，第一，歌曲音比较低，不需要太大的音量啊。然后我们在低吟浅唱中诉说着百转千回的柔情，就像讲故事一样。欢迎回家做饭，晚上好。这是第一啊，要注意的。嗯，没有说是的，把孩子吓哭了。对。要娓娓道来，就像讲故事，轻轻的、柔柔的，而且声音里充满了情感的讲故事啊，这是第一。然后咱们说第二，这首歌主歌和副歌有很多音是弱起音。什么叫弱起音？大家，我以前给同学们说过，这首歌先看啊，这是个四二拍子的歌曲。以前我们教唱的四四拍子的歌曲比较多，四四拍子的强弱关系是强弱次强弱，对吧？同学们都知道强弱次强弱，第一拍要强，第二拍唱弱，第三拍次强，就是比强要稍微次一点，第四拍是弱。那这首歌是个四二拍子的歌曲，四二拍子的强弱关系是强弱强弱。那第一拍我们要唱强，谢谢红枫的干杯。第二拍我们要唱弱。那这首歌呢，它的主歌和副歌有很多是在第二拍起的。啊，谢谢回家做饭的炫彩玫瑰。大家看第一个音，翻过千年，翻过就是在第二拍起的，对吧？前面有一个一拍是休止符，是休息停止的。啊，翻过就在弱拍上面，就在第二拍起，它就在弱拍。然后山海在等我，山海大家看也是在弱拍上面起。啊，潮涌不说，潮也是在弱拍。你就这样拥抱我，你就。也是在弱拍上去，然后后面谁摇客船，谁是在弱拍上起啊？渔火在盼我，渔火也在弱拍上面。把酒问歌，把也在弱拍上面。千言万语，千言也在弱拍上面。所以这首歌，不管是主歌、副歌，它那个弱拍上起的特别的，弱拍上的起音很多。好，后面然后我们看副歌部分啊，鸿雁飞呀飞，然后明月知我，明月。啊，谢谢依依的人鱼之梦，明月的明又是在弱拍起的，对吧？知我，然后知我，这个知也是在弱拍，然后害怕漂泊，害怕在弱拍上面，星星破海，逐波，星星也是在弱拍上面。欢迎佳期啊！所以这首歌不管是主歌部分和副歌部分，它弱起的这个音特别的多，这是弱起小节啊，就是在弱拍上起，就是强弱。在第二拍上面起的这种，我们叫弱起小节。像这样的，这首歌里以前有些歌是在主歌部分弱起小节比较多，有些歌是在副歌部分弱起小节比较多。那这首歌，不管是主歌还是副歌，它都有这种弱起，
在那个第二拍起，这种叫弱起，就比较多啊。这是起音，起音我们在唱的时候要弱起，为什么要弱起？因为它在弱拍上面，在弱拍上面进的时候一定要弱起，不能太冲，也不能太重。你太冲太重的话，就把这个歌曲的强弱关系就颠倒了。评中奖了啊！琴有满意的作品随时发给我，我每次会我们会设置抽奖啊，送爱你99的同学都是可以参加抽奖的。中奖的同学有满意的作品随时发过来，我帮大家点评啊。好，现在咱们再说，这首歌的这个弱起，说主啊，谢谢 Amy 的爱你99，就是起音，起音，秋秋晚上好，起音弱起的比较多，弱起的时候你就要弱进，不能太冲，也不能太重，这是起音。现在咱们说尾音，谢谢尤佳健的爱你九九，谢谢山水的爱你九九。刚才说的起音，现在说尾音，谢谢老吕的爱你九九。什么叫尾音呢？尾音是这个一个乐句的最后一个音。啊，清河说唱唱听一下，我就不给你唱，我在讲课啊，没时间唱啊。那个讲完我自然而然会唱的，你晓得不？好，谢谢匿名的英英奇妙喵奇妙喵，这个真的不好念呀。谢谢百事金轮的爱你九九。好的，天使你笑什么？我就是不好念嘛。眼睛说老师好可爱。是啊，我最怕这种，我正在讲课。谢谢蓉蓉的爱你九九。然后我自己听，我自己有这个教案，我正在看教案，好不容易看到这个公屏上了，就会来一个谁就说。你唱一个呗，我就不给你唱，我凭啥给你唱？我正在讲课，谢谢冰清一节的九九九九，这种捣乱的人就是啊，对，想让我唱，你点一个歌呗，我点歌又不贵，才一个520，一点都不贵哈。谢谢悠然小面的爱你九九啊，好，咱们再说，说现在说，刚才说的是那个起音，现在咱们说尾音，那这首歌的尾音都不能拖，大家看。大家看它那个休止符特别的多，休止符特别的多。大家看什么是休止符？就是那个数学里面这个零啊。感谢匿名的捉鱼喵，这个数学里面的这个零在音乐记谱里面叫休止符。休止符，休止符，顾名思义就是休息停止的意思，休息停止，它不让你唱的啊。所以这首歌。它那个休止符，大家看音符和音符之乐句和乐句中间的这个休止符特别的多，就不需要你把这个尾音拖得很长啊。谢谢佳期的爱你九九，拖得太长的话就有点拖沓，所以大家一定注意这首歌你休止符乐句和乐句中间的这种休止符特别的多，所以大家注意尾音都不要拖，而且渐弱处理。我以前讲过很多遍很多遍，同学们，尤其这种流行歌曲，它很多尾音它不需要你个拖得非常的久，不需要啊，尤其这种抒情的歌，慢慢的这种抒情的歌，而且尾音你渐弱处理的话，都有一种渐行渐远的感觉，出来效果是相当的好啊。记下了啊，就是我说的第二条，主歌和副歌有很多是。这个弱起啊，在弱拍上起，这种叫弱起小节，主歌副歌都是起音都在弱拍上起，要注意弱起哈。然后尾音都不要拖，因为乐句和乐句中间的休止符特别的多，休止符顾名思义就让你休息停止，所以千万不要拖得足足的，不要唱得太满，唱得太满的话就给人感觉有点笨重不轻巧啊。尾音不要拖，然后尾音全部渐弱处理，这首歌啊，全部渐弱处理，这是第二。现在咱们说第三，咬字要清晰，你不能大舌头啊，咬不清楚。你想这种抒情的这些歌，而且这个歌相同的这个乐句，就是这个字相同的特别的多，它不拗口。那有些歌就是那个一段跟一段的歌词差别非常大。它比较拗口，就是有些歌是反复的比较少，几乎没有反复的啊。喜姑娘你好，晚上好，它就比较拗口，比较难唱。那这首歌的话，它那个朗朗上口，它的这些歌词很上口，而且
就是这种重复的地方很多。大家看后面，你看明月知我知我，然后蓝眼泪淌落，还有渔火在盼我，谁要磕船把酒问，哥千言万语告诉我，这些反复的这些词句特别的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咬字要清晰，不能这个就是这个咬不清楚啊。谢谢陈姐姐的爱你舅舅，咬字要清晰，而且过度要流畅，音和音的过度要流畅，不要有台阶，就是磕磕绊绊的一个字儿。我以前说过，咬字千万不像那个炒豆子一样，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出蹦，蹦蹦蹦蹦蹦，就像炒豆子一样的那个这样出的话，声音是没有情感的啊。大家谢谢喜姑娘的干杯，这点一定要注意。第三就是咬字清晰，过度流畅啊，这些要注意。好，现在咱们说第四。就是还是谢谢轩轩，我以前说过的啊，录歌全部用录音棚模式录，对吧？录歌全部用录音棚模式录，然后这首歌我说我是歌神加蓝调，为什么要用歌神加蓝调呢？歌神会让这个声音的空间和混响大很多，然后蓝调可以修饰到我们很多这种瑕疵，比如你的这种呼吸声。它能修饰掉，如果修饰不掉的话，你那个呼吸声，它在这个蓝调的这个它的这个模式之下，那个呼吸声听起来也是非常的舒服。所以说我感觉这首歌用歌声蓝加蓝调比较好，因为这个歌很低很低呀， 那种你这种轻轻的吟唱，然后气流穿过声带的那个沙沙的那个声音，都会被我们的这个都会被咱们的这个话筒捕捉到。我因为我唱完这首歌大家都听了效果非常好啊，所以我建议大家你可以用歌神加蓝调，可以试一下啊，可以试一下，效果非常好。现在我再说一下我对这首歌的后期的模式哈，是歌神加蓝调，然后我的人声是85，伴奏是80，平时我的这个人声都放在100，伴奏比较小。但是这首歌我的伴奏比较放的比较大，因为人声和伴奏的匹配，我那天好像试了很多遍啊，这个人声还不能太大，伴奏不能太小，然后把它差那么一点点出来，效果这个伴奏和人声柔合在一起非常的好听啊。这是我的啊，我的人声是85，伴奏是80，大家可以试一下。你先用这个试，如果你觉得不好听的话，你可以再自己调。我先把我的说好啊。林雨说对，我的人声是80，85，伴奏是80。欢迎美女社，欢迎一株雅音。然后我的混响和空间都是45%，混响和空间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就感觉你在教堂里或者 KTV 里面唱歌啊。这些大家都注意。以前我说过，我把混响和空间会放在这个50，但是这次我一听这个混响空间太大，因为这个歌比较低沉，你放的太大还倒不好听，就失真，声音容易失真，所以这次我把混响和空间都拉小了啊，我把混响和空间都拉到45%啊，对，都拉到45%，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如果你要是这种效果能出来像我演唱那个效果，那就很好啊，那个效果是很好的。好，然后这个就先记下来，林雨。好的，这1、2、3、4这四条我就说完了，现在咱们就逐字逐句的来说这首歌啊。刚才已经说了，这首歌是当归，就是期盼这个两岸这个和平统一这种的一种心声和亲人团聚的一种期盼，所以这发自内心啊，发自内心，或者是你也可以唱你自己的，唱给你的亲人。对，天使说了，人声是85，伴奏80，混响空间各是45%，可以试一下啊。好，现在咱们来说一句一句的说，大家首先看那个谱子啊，咱谱子，谢谢快乐风的干杯，谱子我已经投屏上去了，而且咱们班里同学手里都有这个谱子啊，都有这个谱子。如果不是我们班里的同学，没有谱子的同学，请你把这个歌谱可以放大啊，可以放大。我的手机上面这有三个点儿，然后你可以点这个全屏，你一点全屏以后，然后手机把它一保存，明天打印出来都可以的哈。然后咱们班里有这个科普的同学，请大家把这个笔记做在歌谱上面，因为这样我觉得我说过，就是
很多年以后，也不说很多年以后，过几年以后，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欢迎玉玲，晚上好。我们因为交唱过70多首歌，这70多个谱子你拿出来是一个宝贵的财富。眼里过千遍，不如手里过一遍嘛。有时候听完最多一个星期，你什么就忘记了，包括我在内。虽然这个歌我备课啊，每首歌我备课备得特别的认真，但是呢，但是。你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你就会忘记，所以我每次我的所有的笔记，我也会做在这个歌谱上面。就是过，不管你过多久，你拿出来一看，心里就一目了然。一看，哦，这地方应该怎么唱，是清清楚楚的啊。有歌谱的同学，请把那个笔记做在歌谱上面；没有歌谱的同学，你先拿一张纸记在那个纸上面，明天把歌谱打印出来以后，然后就写在歌谱上面。这样的话。就一目了然，不管过多久，你都看起来清清楚楚。好，现在咱们说第一句，翻过千年，山海在等我，潮涌不说，你就这样拥抱我。第一句"翻过千年"，这个"翻"，大家看我说过它是弱起，是吧？前面它有一个一拍的休止符，然后这个"翻过千年"，它正好在弱拍上面，所以你要探下去，"翻过千年"。翻过，因为这个歌比较低，我建议大家你探着唱，不是那个翻过，不要你压嗓子，轻轻的往轻轻的唱，哎，叹下来啊，气息叹下来，谢谢雪儿的干杯，我们先叹下来，哎，好，用叹气的感觉唱，翻过千年，这就出来了，这个音就出来了，如果你不叹气就。翻过，我低不下去，我憋得慌，就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啊！叹气，唉，叹气，用叹气的感觉唱，翻过千年，就是轻轻的、轻轻的吟唱。因为现在我没有放任何的这个效果，大家一听可能，哎呀，你听的这个老师声音也好像也一般啊，没有任何的，因为我现在用的是干声。我没有任何的修饰和美化，所以你听起来哈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当我们把这个歌打开，你录的时候放成歌神加蓝调模式哈，那出来那个效果是特别的好啊。因为全民的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后期啊，他也是可能花了大价钱的，搞得非常好啊。谢谢玉玲的爱你久久。所以大家注意，翻过千年的翻是弱紧弱紧，因为它在弱拍上面，你不能翻过你。这样唱，这不是把这个歌的意境全部就破坏了。所以说，轻轻的，非常柔的，它在弱拍上起音，要弱紧。翻过千年，翻过的过，这个过，大家看，它才唱一拍半，啊，翻唱一拍，过唱一拍半，在这个一拍半当中，它还有一个渐弱，它不是翻过千年，不是，它是。翻过，它有一个渐弱，很快的渐弱。为什么？再唱千年，这样就好听。如果你翻过千年，没滋没味。感谢张佳梅的，要快乐呀！大家这个起音很重要啊。所以你唱的时候，翻是弱拍，然后唱过的时候，在这过是一拍半，在这一拍半里面，你有一个渐弱，翻过。千年，这样就好听，而且千年的年它也有一个渐弱。深海蓝天晚上好，大家看这个千年的年，咱们唱两拍，在这两拍当中它有一个渐弱，千万不要年，我拖得足足的，太笨拙，不要唱太笨拙。我说过所有的尾音全部渐弱处理，我不需要你唱得满，唱得太满就显得很笨拙啊。翻过千年，对吧？那这个过它有一个渐弱，所以说翻过到千年中间，你在那个中间划一个竖杠，就是把翻过和千年隔开唱，不要连在一起，不要翻过千年，没意思，不好听。大家注意啊，翻过和千年中间，你自己拿铅笔画一个竖杠，就是这地方有隔开唱，翻过。千年，千年，它有一个渐弱，然后空，它有空拍，然后这个歌的最低音出现了。山海在等我，这个山海的海是这个歌的最低音，往下探，山海在等我，注意这地方，我这个调比较起的比较低，
啊，因为这个歌它本身非常低，而且我还建议同学们在演唱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很低，大家可以升一格；如果你觉得升一格还低，你可以升两格。我听过升两格以后，这个伴奏的质量不是改变的很多。有时候你升的太多，它那个伴奏的质量它会衰减，伴奏质量会衰减，效果不好。所以，我建议大家，你要是觉得这个歌啊，如果你这个原调可以唱，那你很厉害，你低音那么低，很厉害。如果低不下去的话，可以升一格到两格之间，这样唱的话就没问题，唱起来比较舒服。他不会说哦，我低不下去，我压得难受，有这种感觉啊。好，下面咱们看第二句，山还在等我。然后山海的海是这个歌的最低音，还是叹气的感觉唱。唉，这样叹不要，哎，不要这样唱，你这样一叹根本低不下去，是真的在叹气啊。唉，好，山还在等我，就唱出来了啊。然后我也是一拍半，这是个尾音，尾音也有渐弱，山还在等我，就渐弱，我不要我拖得足足的，不需要那么太雄壮。啊，太粗壮，那个声音好难听的，所以所有的尾音全部渐弱处理。而且我今天专门在琴上试了一下，我觉得这个记谱好像有点误差，它是西咪嗦西哆啦。我今天在琴上试了一下，我感觉是西咪嗦啦西啦，我感觉是啦西啦，不是西哆啦。我今天在琴上专门试了一下啊，我感觉这个，因为这些歌谱都是音乐爱好者听。谢谢雪儿的，真爱天使，音乐爱好者根据这个原唱他记的谱，所以说他或多或少是有一点点误差的，不是说是100%的哈，就是正确。我感觉这个地方是西西咪嗦拉西拉，不是西哆拉，所以大家把那个等那个西上面的西这个等，大家可以写成低音的拉。那个哆可以写成低音的西，我今天因为专门听了好多遍啊，回来的比较早，我在琴上专门试了一下，我感觉他这个地方记谱是有点误差的啊，西嗦啊西咪嗦拉西拉是这样的，不是西西咪嗦西哆拉，不是这样的，是拉西拉啊，大家可以自己改一下，欢迎彼岸，然后啊山还在。等我渐弱，然后空空，你看后面它总有一个小节是休止符空拍，就不需要你唱，你酝酿好感情，让那个旋律让它行进，让旋律行进，我们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又是弱进，潮涌不说，哎，这个潮涌。潮是弱进，欢迎彼岸。潮是弱进，然后不说的不也是弱拍，它是在弱拍上面啊，所以大家潮涌停顿不说，说渐弱，潮涌和不说中间，大家拿一个铅笔画一个竖杠啊，画一个竖杠，这地方也要是隔开唱，千万不要潮涌不说，又没滋没味了。它那个我们这个歌曲的情感，就是在这种抑扬顿挫、轻重缓急中，它就出来。如果你直直的唱，没有任何的标点符号，就像我们说话啊，你一逗到底，全部逗好。那个这个，你想这个文章还是说话，它就没有任何的情感，它一定是啊，所有的标点符号。逗号、句号、分号、感叹号、双引号，对吧？它这都是一种表情符号，人的情感的一些表达的需要，所以歌曲也是一样哈。潮涌不说，渐弱，然后空空空，再来，你就这样，你就这个也比较低，往下探，哎，你就这样。拥抱我，哎，这个我这个地方往上面稍微滑一下，不要唱成拥抱我太直。大家可以去听原唱，人家这地方是啊，你就这样拥抱我，我往上滑一下。大家可以画一个箭头，就是一个斜的箭头，在我下面画一个斜的箭头，往上面走的箭头，就告诉自己啊，这个地方我要往上面。滑一下，啊，好，下面我们看，这是第三句，第四句，下面我们看第五句啊，就该男生唱了。谁要
客船。好，谁摇客船？谁唱一拍，摇唱一拍，然后客船前面大家看有一个休止符，所以这地方要停顿，停顿半拍，不能唱谁摇客船是不行的，因为这地方人家本来就有一个休止符，所以谁摇客船，谁摇客船中间你也画一个竖杠，这地方是要停顿的啊，谁摇摇。也是一个上滑音，可以上也往上滑一下。我觉得这样就给人感觉有动感，好像在这个船呀、啊，在划，在游动，在划船，它有一个动感。谁摇客船？船它也有一个滑音，往上滑一下。谁摇客船？船和摇，大家注意一下，都是有一个滑一下，而且这个船它有一个渐弱。船唱两拍啊，有渐弱，不要拖。谁摇客船？你非要把这两拍拖够，不需要啊。谁摇客船就行啊，唱在两拍的中，在两拍唱两拍的同时，它有一个渐弱，把它渐弱处理，然后再来空空空，它有一个三拍的休止符，就让你空三拍，然后浴火在。盼我渔火，渔火，大家看也是在弱拍上面，对吧？弱进弱起，渔火在，停顿，盼我渐弱。所以大家注意啊，在渔火在和盼中间画一个竖杠，那就是渔火在，停顿，盼我渐弱啊。注意这个地方。该停顿的地方一定要停顿，千万不要连到一起唱，连到一起唱就显得就这个味道啊，这个歌曲的这个韵味就弱了很多，不能唱得太笨拙啊，太笨拙就不好听了。渔火在，盼我空把酒把，这个注意流畅度，不能把啊把啊。不能有这种台阶啊！这个给人感觉就像那个，我就像那个玻璃呀，像水泥一样，特别的平，特别的滑，过渡要流畅。把酒也是在弱拍上面，所以大家咱们注意弱进啊。把酒不能把酒，这就傻乎乎的。虽然它是个弱拍，但是这个音不是我给人感觉要上去一下啊，把下来。八，从高音滑下来，就是八，这地方，虽然音高上去，但是你这个音量不要上去，不能八太冲。谢无忧的干杯啊！这地方注意平滑，它是虽然音要上去，但是它在弱拍上面，咱们要弱进啊。把酒问歌，渐弱。这个歌唱三拍，我们在这三拍的当中有一个渐弱处理，然后千言万语，万语的语又是这个歌的最低音，所以大家注意叹下来啊，千言万语。谢谢艾米的爱你九九，谢谢无忧的九九九九啊，千言万语也是在弱拍进，所以弱进不要千言万语，这就不走心了啊。千言万语叹下来，又叹气的感觉，唉，千言万语告诉我，告诉我，注意流畅度，告诉我，欢迎草原美丽人生，就是这个歌曲音和音的过渡圆滑流畅连贯。告诉我，哆西啦啦，告诉我，在唱我的时候，我是两拍半，在唱我的时候，它有一个渐弱处理，我渐弱处理，然后空空，再来口腔放空，红颜红，不要红，干了，太干了，嘴巴放空，红颜，对吧？嘴巴放空啊，红颜，抬小鸡。飞呀飞，弹小鸡啊！因为这个歌有点高音出现了，就是这个歌的高音，不是说是啊这个很高的音，不是这个音本来不高，就是这个歌的高音慢慢出现了啊。嘴巴放空，红颜弹小鸡，飞呀飞，
渐弱处理，然后再来明月明月，明是弱拍，月是强拍，不要搞混了，不要搞的明月知我。如果你这样唱的话，大家一听显然就觉得是把音乐就是这个强弱关系颠倒了。你强弱关系一颠倒，这唱出来给人感觉头重脚轻的感觉不舒服，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强弱关系。谢谢草原美丽人生的爱能生花啊，就是明是弱拍，月是强拍，知是弱拍，我是强拍啊。明月知我，再来知我，哎，知我的我，它有在两拍中有一个渐弱，然后知。我有个渐弱，每个尾音它都有渐弱处理，然后再来，害怕偏嗨，嘴巴张开，嗨，哎音，这口腔要打开了唱啊，唱歌嘴巴要张开，不管你再低的音，嘴巴要张开了唱啊，不能说是哎这低音我就不张嘴了，不是，嘴巴还是要张开啊，害怕漂泊，渐弱，星星破海，星星破。海破海，这是一个8度的下行，so so，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 so so 这个8度的下行，一要落下来，一要唱准，不能跑啊！星星破海，破海，再来，主播，主播，一个渐弱，尾音全部渐弱。我再次强调，好，空空，然后。主歌，然后主歌，情绪起来哈，蓝眼泪，这个泪，大家看，泪是在强拍上面，对吧？蓝眼泪，泪虽然是在强拍上面，但是在流眼泪啊，我伤心了，我走心了，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地方，虽然这个泪在强拍上面，我们要唱的柔和，就是我以前说过的，顶音高，收音量，明白吧？音高上去了，我的音量是收住的，不能唱成蓝眼泪。这突然给人感觉你冲，这怎么回事啊？就太假了，所以要收住，不能太突兀啊。虽然是在这个泪，它在强拍上面，大家注意，是在柔和的演唱，顶音高，收音量啊。蓝眼泪淌落。泪和躺中间，大家看那个躺前面，它有一个8分的休止符，所以这方要停止啊。所以我们大家注意，在蓝眼泪和躺落中间画一个竖杠，这地方要停，这地方要休息停止半拍的啊。蓝眼泪躺落，渐弱，然后是你我，是你，是你是这个歌的最这个。哆是这个的最高音嘛？啊，是你，也是顶音高，收音量不能是你，你冲出去了，啊，这个地方也是弱拍，是你我，望是强拍啊，是你望出去，往前面看，推出去，是你我，推出去，然后收回来，这我你我，再推出去，这我，大家能明白吗？是你是弱拍，然后望。抬起头往上往前看，把它推出去，然后折退收回来。若我，然后是你是哦，你望你望再望出去推出去，然后折我再收回来。我折收回来，两个折都要弱唱，因为都在弱拍上。是你望推，然后若折我再来，你望退再收折我。明白吧？推一下，收一下，推一下，收一下，在这种推放、推收、推收、收放、收放中，这个情感就出来了啊。然后我，大家看他唱两拍，尾音渐弱。我说过，这个歌所有的尾音全部渐弱啊。再来，一定是你，一定是弱拍，一定是你，一定是，一定是弱拍，是稍微强一下，然后发。咪又弱了啊！一定是你，然后有一个渐弱，然后再来空，正望着我，正是弱拍，望是强拍，然后有一个8分休止符，探下去，正望叹气着我，
正旺和折我中间画一个竖杠，这地方要啊，它要一个要有个隔开。然后第一段就这样处理，第一段和第二段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有个别的音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好，咱们看那个啊，千言万语你告诉我。好，这地方有第一段和第二段有点不一样。第一段是你看啊，千言万语告诉我，这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大家看，你要唱上面的音符，就是反复时，千言万语告诉我，告，它第二段是告，是两个音，告诉我，这是第二段。第一段是告诉我，第一段是告诉在一起，第二段是诉我在一起啊。第一段是千言万语告诉我，第二段是千言万语告诉我，就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如果你这样能分开唱更好，如果说哎呀老师我就容易搞混，我就唱成一样的也行啊，这个你这样处理也行的。好，咱们还看后面啊，后面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你看，蓝眼，第一段啊，蓝眼泪淌落，是你望着我，你望着我。第一段是嗦咪咪着我，第二段是咪嗦咪着，你是哪里是传说，怎是传说，咪嗦咪，就稍微有点不一样。第一段是嗦咪咪着我，第二段是咪嗦咪传说，就这点就有点不一样啊。你大家可以仔细分一下，这个就也简单。好，然后我再说一下还有哪里哦，还有这个第二段，大家说两个人合唱的时候好像有和声，我听了一下只有一句有点和声，哪里？就是最后反复啊，就是蓝眼泪淌落，蓝眼泪淌落，这个男生是唱的嗦咪拉咪拉，是咪拉，然后女生唱的是嗦咪拉嗦拉。秋秋晚上好，女生唱的是嗦，男生唱的是咪，就是蓝眼泪淌落的这个反复的地方，反复的地方啊，我说的是反复啊，男女生合唱的地方，这地方就是女生唱的是嗦，男生唱的是咪，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啊。如果同学们你要是把这个就是嗦咪拉嗦拉，如果你把这个嗦能唱出来更好，你就是你翻合唱的时候，这是女生啊。如果你说哎呀我唱不出来，那你唱咪拉也行，也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因为有些这个刚才有同学说感觉后面有二声部，我专门听了一下，就这个地方好像他们俩那个音是错开的，其他地方几乎没有，是后期可能把那个女生的声音稍微处理了一下啊。这地方就合唱的时候，男生唱的是嗦咪拉咪拉，女生唱的是嗦咪拉嗦拉，就差了两度啊，差了这个，它就稍微差了一点点，就这些地方不一样啊。第一段和第二段的处理是一样的。现在咱们来说一下最后结尾啊，你看就合唱了嘛啊，蓝眼泪，反复，泪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顶音高收音量，然后淌落渐弱，哪里是传说，怎是传说，也是推一下收一下，推一下收一下啊。我愿相信，相是强拍，发是强拍，咪又弱了，我愿相信，不是，这地方往下探，不是传说，就是最后反复它速度慢下来就可以，不是，好好的吸个气往下探，传说，也不要拖，说你拖得久久的，不需要，不是传说就行。在两拍，在唱他这地方说就唱了两拍，在两拍唱的时候他也有一个渐弱处理就可以了啊。这个歌其实不难，因为相同的这个乐句特别的多。我们不是说这个歌词很多记不住啊，像这个咬字也有，咬字对大家这个困难比较多，没有啊，
因为他反复的很多嘛，你看谁摇客船，渔火在盼我，把酒问歌，千言万语告诉我，这第一段和第二段是一模一样的，对吧？后面明月知我知我，他也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蓝眼泪淘落，后面都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咬字来说，他这个不是说就是很多的词，很多的词，很多的句，这咬字就不好唱。我以前唱过有些古风歌，两段完全不一样，还特别的长，那个字还拗口的也很多，生僻字也很多，所以唱起来你得先把那个字先查清楚应该怎么念。那这个歌它旋律上口，字词还有这个旋律都很上口，属于那种朗朗上口的歌，学起来很快啊。好，现在我把这个气口给大家说一下，同学们，气口啊，我气口啊，气口还是我以前说的，同学们，所有的气口全部写在小节线的上方啊，小节线大家看，就是音符中间的，把小节线把音符分成一个小节一个小节，所有的这个气口啊，换气记号写在小节线的上方，不要写在歌词里，也不要写在旋律中间，这样的话容易乱，你看的眼花缭乱的。首先你这个谱子要干净整洁啊，你记得谱子里要一目了然，所以所有的换气记号全部写在小节线的上方啊，用铅笔写，写错了咱们可以改，你要用圆珠笔写，写错了的话你得划掉这个歌谱，就看着脏，看着很脏脏乎乎那种感觉啊。好嘞，咱们说啊，翻过千年换气，山海在等我换气，潮涌不说，都写在这个歌词唱完小节线的上方啊。好的，你就这样换气，拥抱我换气，好，谁摇客船换气，渔火在盼我换气，把酒问歌，歌大家看到第三行，他全部唱完，在小节线的上方换气啊，不要写在歌词中间。好，千言万语换气，告诉我换气啊，鸿雁飞呀飞换气，明月知我知我，明月知我换气，知我换气，害怕漂泊换气，星星破海换气，主播这边换个气呢啊，蓝眼泪淌落换气，是你望着我换气，你望着我换气，一定是你换气，正望着我换气，那个正望中间虽然要停顿，但是这地方是不换气的，你不能正望着我，这就不好了，把这个乐句就切断了。我们像这些有休止符，八分休止符，就是半拍停顿半拍的地方，一般都是声断气不断，声音断了气息是没有断的哈。正望着我，就这样，不能正望着我，就不对了哈。正望着我，这样就对啊。第一段和第二段的这个换气记号都是一样的啊，最后一句也是不是传说，中间也是不换气的啊，你可以隔一下，不是传说，可以偷一口气。当什么叫偷气，就是不被别人察觉的换气，不是吸气传说，这地方因为停顿的比较慢，他必须换口气，不换气还撑不住啊。这地方最后啊，最后结尾不是换气传说，你得探下去唱，同学们啊，传往下面走，你手放在胸腔，不是传说，你可以试一下，胸腔有轻微的震动就可以，因为最后一句了啊。好，然后这个歌就这样了。现在很多同学都在唱这个歌，我知道。今天晚上咱们讲了以后，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这个我讲的，你做的这个笔记，然后我建议大家都重新录一下啊，因为
还没讲之前就有点糊涂，就有点没有那么细腻，可能已经会唱了，但是在处理上面没有那么细腻，所以我们现在教唱完以后，我建议大家可以，可以这个那个处理，重新处理一下啊。好，现在我把这个歌我唱的我放一下啊，然后我们把我和丁老师的演唱，我们大家放一下，大家可以听一下。啊，因为丁老师已经发了这个合唱，我看班里头合唱的同学挺多的。这个歌男生也可以发合唱，女生也可以发合唱。就以前像我们学唱的那个《有生之恋》呀，《发黄的照片》呀，这些同学们都发这种，男女生都能发合唱，让大家来合，大家一起玩啊。好，我这听下我的，这是我的。合唱你就可以唱独唱呀，一定要唱个合唱呀。我唱的就是这大洋的合唱版本，我唱成独唱了。其实这个歌超出了我的这个音域范围，太低了，我还不是女中音啊！我唱这个歌当谢谢回家做饭，谢谢同学们，因为刚才怕打搅，我又没谢谢大家啊。这个歌其实超出了我的音域范围，我刚开始也是啊，
就练的时候这么低，我低不下去。我也是练的时候，我就先升两格练，哎，觉得可以，哎，唱差不多，我就升了一格唱，哎，也能低下去。最后我就用原调唱了，大家听，跟我平时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我平时声音它都比较厚实，对吧？我的声音厚实，比较亮。那这个歌，我尽量用那种气声、气息推动那个声音。啊，那种很亮的声音是没有的，就是那种用这个气息推动这个声音，那种气流穿过声带，那个沙沙声就出来了，然后这个出来效果就很好。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到啊！你不要用太大的音量，也不用使太多的劲儿，太多的劲儿使上的那个声音太冲了，一定要收住啊！不一样的风格，对的。好，这是大家再听一下我跟丁老师的合唱，丁老师发了一个合唱版本，我去合了一下，也效果很好。接未来的爱你久久，好丁老师听，也用的原调唱的，接未来的好听。谢谢映山。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全民的这个后期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啊！只要你把这个耳机运用好了，出来效果非常的好听。
所以咱们一定要相信咱们的这个声音，咱们的水平，相信这个耳机。我这就是耳机录的，谢谢嘟嘟的爱能生活。我也没有用话筒，这个耳机出来效果很好的。那个话筒出来你调不好，它那个混响特别的大，它就不搭了啊。而且这个歌是当时我记着，丁老师唱的时候，他说他只用的蓝调，他用的歌神，他没用蓝调，所以呢就显得谢谢顺其自然的好也问候你啊，就显得我因为用的是歌神加蓝调，丁老师只用的歌神，他没有用蓝调，所以我唱出来以后感觉我的声音混响非常大，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混响和空间又拉小，我自己演唱的时候。我不是给同学们说了吗？我放的是45%，然后我跟丁老师在合唱的时候，我把混响和空间拉到35%，因为我的声音混响太大，跟那个丁老师的歌那个声音就不搭了。Hello，你好，晚上好。然后为了跟丁老师的，就他因为这个版本已经出来了嘛，不可能再去改掉了，所以为了跟他的这个声音的，就是这个模式能够匹配，我把这个。混响和空间全部拉小到35%，就比我自己的独唱更拉小。这样的话，就听起来就这个模式就配就好听一些。千万大家一定注意啊！你在演唱的时候，一定是要录音棚模式录，录完以后歌神加蓝调，然后你的混响是多少，空间是多少，人声伴奏是多少，你得告诉这个，你到时候谁要演唱的话，你都要告诉别人。两个人的这个。因为发底板的这个人比较容易，你去合别人的歌的话就不容易。你在后期，在这个做后期的时候，写写越来越好的9999啊！你在做后期的时候，一定要把别人那个底板、两个人的音量、音色、音质一定要搭，要默契和谐才可以啊！不然的话，就不搭了。就是不管是感觉呀，音质、音色或者音响效果，如果不搭的话，效果就不好。合唱听的是一个默契，一个和谐，啊，这首歌它只有这个版本。刚才有同学问有没有独唱版本，它只有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就是陈坤和那个周迅的合唱版本。你也可以唱独唱，你也可以发合唱，知道吧？啊，不一定说你要去，我要选一个独唱版本，不需要。我唱的就是他们俩的合唱版本。我一个人把他们俩唱的全唱了。就这个意思啊，他不，所以有同学问有没有独唱版本，不用啊，你不用再去找独唱版本，没有，这首歌只在全民在全网你搜就是他俩在唱，没有哪个独唱版本啊，你就用他俩的合唱的这个版本唱独唱就没问题，很好的啊。如果感觉调比较低，你可以升一格，升两格，你可以试啊。刚才美女蛇说，没有一定的功法低不下去，对，这个低音还真不好唱，太低了你低不下去啊，超出了我们的音区范围是低不下去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谢谢玉玲的爱意之旅，如果是女高音或者是男高音，你觉得太低的话，你可以放弃，可以不唱的啊。就是，如果你升一格或者升两格的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哎，我能唱就可以唱，如果超出自己的音区范围就可以不唱。谢谢乐意的梦一之梦，哎，这个人鱼之梦啊，同学们，这个不是说是我一教唱必须大家要唱，没有，就是在你的音区范围之内，你觉得你可以唱，你比较舒服，你觉得哎，我唱这个比较舒服，OK，可以唱啊。紫气东来说你昨天试了一下能下去，当然你可以了。紫气东来，你是女中音啊，女中音是可以的，但对于女高音来说，这个难度太大。啊，我刚开始我也是，我说怎么这么低，我根本低不下去。我也是试了很，就是这个练嘛，啊，练的试了很久啊。雨落凡尘说，老师教了以后再听，确实有新的不一样的感觉。是的，是的啊，教完以后你再去听，再去感受是不一样的。美女蛇说，真是挺难的。要么美女蛇，你降两格，你翻高八度唱试试。你是女高音嘛啊？你降两格，然后翻高八度唱试一下，看能不能上去。啊，然后你升两格低八度唱不行的话，你就再降两格翻高八度唱也是你可以的啊。那你这样搞的话，你就只能你唱独唱了，别人没法跟你合。你要翻高八度，这对男生来说难度也很大。我唱的是原调心结，我唱的是原调，我刚开始也低不下去，因为我不是女中音，这个歌超出了我的音区范围。所以我刚开始唱，我是这么低，我低不下去，就像说话一样，就这样，就像说话低不下去。
然后我在练的时候，我就升了两格再练，哎，唱顺了我就升一格练，再唱顺了，哎，就圆调了，啊，就这样，你先用哼鸣啊，啊，没影要升一格，大家明天还教吗？明天我不教了，灵儿，因为我现在咱们教完以后，班级的这个达达录了这个全部录下来，传到网上，大家到网上可以听，可以看，然后。欢歌笑语和春之声班长把所有的这个我讲的话，他们速记记出来，就传到这个这个班级了。以前要教两遍，现在就不需要了。但是明天啊，老叶说和丁老师的底板直接和丁老师的唱将模式不好吗？丁老师不是唱将模式，丁老师他是歌神模式，但是他没有用蓝调。我专门问了，他说他用的歌神，但是没有加蓝调。但我唱歌用的歌神加了蓝调，所以我把歌神的这个，这个混响和空间拉到35%，拉小了，就跟他的这个配了，知道吧？啊，他用的是歌神，他没有用唱将。我建议大家用歌神，因为这个歌低，你还是要有一点混响和空间，这个声音的质感才好。我感觉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明天晚上。大家如果还想听的话，我们还是有点评作品。点评完作品以后，咱们快速的，大家哪里不知道的，哪里没有听清楚的，咱们可以再说一遍也行。但是就没有今天这么细了啊，灵儿，明天你还可以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快速的说一遍，就没有今天晚上这么逐字逐句的啊。学艺说老师把您唱的发到群里。那个不用了，那个雪域好像星空班长还有我们岳岩班长都发到群里，大家都听过了。好，行，然后明天晚上也是啊，明天晚上咱们也点评作品，明天晚上咱们也点评作品，然后可以谢谢匿名的干杯，也可以把这个歌快速的再给大家说一下都行的啊。这首歌跟咱们教唱的《有生之恋》。或者是发黄的照片都是一样的啊，你可以唱独唱，你可以唱合唱，男生也可以唱，女生也可以唱，适合男女生，不存在说啊老师这个歌是男生的，我们女生怎么办？或者是老师这是女生的歌，我们男生怎么办？这个歌男生女生都能唱，你可以唱独唱，也可以发合唱，都是可以的啊，因为咱们情歌对唱马上开始了嘛。咱们教一个这样的歌，大家平时自己发个独唱也行，哎，然后唱个这个，找个发个底板，约的同学啊、朋友、歌友一起来唱唱合唱也挺好的啊。你看了，我们欢歌笑语说了，明天标注好发给大家。你看欢歌笑语多好呀，多贴心啊！明天他标注好，全部就发到班级了，各个班级都有，大家就一目了然啊，一目了然。梅影说，老师教完了可以安心录了，对。然后达达他就全部录了，他不我的所有课程他会录屏发到网上，就和上一次我们教唱那个心愿是一样的，大家都可以到网上能搜到，就不用像以前啊这一就这个一个教唱要教2个课时，就是4个小时，现在不需要。当然大家哪里不懂，哪里不清楚，哪里没有听明白，我是可以再说一遍的啊。好的，大家。我们下周同学们就可以着手唱这个歌了啊！下周星期五咱们的合唱比赛就啊情歌对唱开始，在这个就这周不是下周，这周的情歌对唱就开始，在星期五之前或者平时你都可以练一练，因为这个歌简单。我说心里话，同学们啊，这个歌简单，因为它很上口，朗朗上口，旋律也简单，字词都简单，就是但是这个寓意很深刻啊，寓意深刻。相比较来说，相比较像咱们唱的《心愿》，它要简单很多。那个《心愿》，大家想想，音域跨度非常大，对吧？高特别高，低特别低，它音域跨度大。那这个歌相比较像那些歌，是不是要简单很多啊？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唱下来啊。你把这个歌多听几遍，然后我的这个笔记，我讲的这些记的笔记，你多看几遍都没问题的。虽然说就是。太低了，所以让你升着唱呀，升着唱啊，升一格两格唱。太低的话，超出自己音区范围就不要唱了啊。这个千万不要说别人能唱我也唱，唱把自己唱难受了，压的嗓子就不舒服了，不要压嗓子唱啊就可以。
行，我现在我马上下课了，我把这个三级粉。